他咬到我了！哇！被上了一课啊！原来这个正宗的米面是这个感觉。因为我看到一个大叔竟然买了25个，啊，这个才是王道。很久没有吃到这个这么软烂的鸡肉啊，很感动。然后有巨多的这个当地人啊都在吃，这看到已经咬开一块白的了，试一下这个白的。这就是小时候的味道。原来我小时候吃的不是东北烧烤，是云南烧烤。哎，这就是疫情我去不了的云南大学了啊，不能进，但是我来过了。有的时候旅行就是这样，追求一时的看上去的优雅，可能有些地方你一辈子再也不会来了，再也没有机会看到。这是我觉得全国啊目前看到的最清晰最清晰的标志了。新年快乐，欢迎欢迎，谢谢。看到两边这个岗亭啊，这想到了什么？这就是跟广州黄埔军校一样的岗亭啊。我看一下这岗亭是什么感觉。哦，岗亭就是这种感觉，然后可以看到外面，这也是昆明啊非常著名的景点。哇，进来先是一个操场，哇，这个跟想象中的不一样啊，以为里边是教学楼，结果进来之后首先就是一个大操场。内操场云南陆军讲武堂操场，包括外操场今省科技馆和省图书馆范围，和内操场就是这个。不知道这个是什么顺序参观啊，先走一走。啊，这里有个炮架。感觉我是不是走反了，应该从那边开始进。远征军主题展，这里边很安静啊，今天是1月1号元旦，按理说大家都放假了，但这个地方依然很安静。可见他平时啊可以容纳的这个游客数量也是可以的哦。从这里是入口，哦，这里是不让进的吗？这好像是出口。这个感觉就有点像长春文化皇宫博物院了啊，就周围哦也有点像那个什么，也有点像桂林的那个靖江王府啊，就是跟实际上是跟居民区在一起的，并没有说，哦，这是出口，并没有说是独立开专门的开辟的旅游景区，啊，这就跟居民生活融合在一起的。大门口这个还是很庄严的。这个就是远征军主题展的入口了。
这个讲这个抗日时期支援缅甸抗日日本的军队，然后好像现在如果没记错的话，缅甸目前还有一个靠近中国的村庄是说汉语的，然后也是用的是国内的手机卡，但是他们是没有中国机的。这做的太真了，就像立体的一样。哇，它真的是立体的。
这边有很多历史的照片啊。很多训练的照片。这是各种瞄准镜啊。结业。这应该都是这个陆军学堂的历史啊。各种各样的英国军帽，我感觉他们的军装都不是很大呀。这碗挺漂亮的啊。他们写的是美军白瓷碗，这个跟想象中的不一样啊，我以为是个电台呢，结果他写的是收音机。成功的伞兵在训练跳伞，年轻的16岁伞兵。就是一些渗透训练啊，其实渗透作战是非常残酷的，九死一生的战斗，孤军奋战。这个火焰喷射器啊，是一个非常残酷的武器，它不光是对这个被攻击的一方啊是非常残酷，因为那个火扑不灭，
然后会一直烧尽为止，很残酷，很残忍，还对施暴者呀，就是这个武器攻击方也很残忍。因为正因为这个武器的残酷，所以当战场上出现这个武器的时候，所有的火力都会集中起来，优先去攻击这个持火焰发射器的这个士兵。所以大概率的情况下，就是这个持火焰喷射器的这个军官士兵呢，就基本上一次攻击之后，他就会成为这个就大家的靶子，然后他这个背的这个燃料罐被打炸，然后他自己葬身火海，就跟所有被他攻击的人一样。所以战争真是个很可怕的东西。这红色很好看，红色的也是手电筒吗 ？B1-5，这个没标注它是什么东西啊？航线的飞机，这个是子弹箱啊，上面写是子弹箱。其实驼峰航线是一个怎么说，大后方没有办法的选择啊。实际上，驼峰航线就是这种用飞机运燃料，实际上是特别低效的。就而且像不光是在当时啊，哪怕现在的美军啊，这要讲一下，这个驼峰航线是跟美军合作的啊。这个那个时候中美关系跟现在的中美关系还是不一样的啊。但无论是那个时候的美军，还是这个2020年啊，现在是2021年了的美军。在使用这个航空方式来运输燃料，仍然是这个非常不经济的啊，也非常低效的。甚至它在保证它这个全球的军事投送的过程中啊，中间可能还是要携带飞机，就是接力式的这种一架加油机给另外一架加油机加油啊，然后被加油的那个加油机再给它的作战飞机加油，才能实现它的这个。全球的这个军事力量的投送啊，这个可以，其实关于这个大家可以去 B 站上看这个关于 B2 的飞机的这个纪录片啊，有非常详细的这个介绍，就包括它当然这场战争啊，中国是受害者啊，但是你就不影响你看纪录片去了解它这段历史啊，就是它在这个军事投送的过程中也是需要一次一次的这个低效的进行这样的作战，这大家都非常这个难过的一件事情，所以真的和平真的很重要。这个不知道是燃料箱还是弹药箱啊，旁边这肯定是弹药箱。我们大学寝室有一哥们就特别好这玩意儿，然后这个寝室里放着好几个手榴弹箱子，当然里边是没有手榴弹的啊。
车灯吗？行军气化炉加外壳。哦，这是个气化炉，我不知道是不是用来把汽油灌进去用来生火做饭用的，总之是个加热器嘛，一个 heater 是吧。这个铲为什么看上去这个经典设计啊，现在很多的这个工兵铲这个也是这样的设计的，包括我们现在最新的士兵铲也这样设计的。这手枪好大呀，完全不像现在的这个枪做的那么精致啊，也有点这个时代感很强的时代感。万世之北真的上面没有，就78 12 C 278，现在它这个顶上没有。哦，万世之北真，我看到了，万世之北真是这个东西。然后迫击炮的弹筒、左轮手枪和观察仪器，这两个应该上面都带刻度嘛，可能都是观察仪器。天哪，这张照片拍的，这几张照片都很残酷啊，很残忍，这两张，尤其是战争中的孩子。日军手雷，这应该是日军手雷的这个震动的造型啊，这跟电影上看到的很不一样，就明显比电影上的小了很多。这个是电话，但这是他写的是日军电话，但上面是很清晰的英文，让我感觉这像是美军电话，不像是日军电话。残酷的事情，这个就厉害了啊，这是载有水净化系统的卡车。嗯，
这个731部队啊，就被称作为什么第一，这是什么防疫给水部队啊，就是在战争中啊，水源是很重要的这个一个战略物资来着。然后当然你看到了这个给水车在这里啊，就也就可能也相当于说这个地方可能也会被投放这个生化武器。这照片很可怕，因为后边的的建筑啊都就可见战争嘛，就那个时代这种地方也会发生战争，明明就没有多少人的地方，是吧？无法想象就那个时代发生战争是那个样子，但如果战争发生在今天，它会变得是不是会变得更加惨，就是残忍和残暴。所以大家可以去看那个巴格达，就是 B 站搜巴格达的话，它会有很多这个关于巴格达的那个这个纪录片。怎么说呢，这就是现代的战争的现代战争的样子，就是城市在经历过现代战争之后会呈现一种怎样的状态。都是电话，看着电话了，这儿看着电话了，是各种子弹和上面的引信，这个拧上去的估计就是引信啊，拧在战斗部上面的。这是餐具，这个大盘子像是烤小蛋糕的啊，果然啊，他写的叫蛋糕盘。别看这个中美关系现在是这样啊，但曾经两个国家的军人也是在同一个战壕里的兄弟。这是投降书吧，果然啊，这是日军战败投降书，这东西已经看见过好多次了，这几天我们看的博物馆里都有这个投降书。哦，到这竟然都已经开始有彩色照片了。这两个是同一个照片的两个角度啊，
可以看到从细节上看到爬的是同一个地方。然后刚才应该是后面这块挡到了，没看到，绕过来看一下。这应该是看过的，刚才看过这地方，那就是这个馆。我们参观完了，就剩那面墙了，我们去看一下那面墙。远征军讲武唐诗生啊，何应钦。这是那张大照片的放大版。太残忍了。和平来之不易。好像我的走这在这边看效果会比较好，好像我的每一个视频里啊都无法避免的，这个我的旅行的视频里帽徽还是那个五色旗啊，就好像这句话说了好多次了，好像我的每个视频里啊关于去各地旅游的都无法
都每一个都会去看当地的这个纪念馆或者这个博物馆，都会涉及到战争的这个题材啊。真的是和平真的很不容易。这边是不是也有？哎，这边办公区，嗯，啊，这有点酷炫啊！它这个里边还有这个表演，我以为刚才就是转这一圈，合着它是要走整个一整圈的。这个地方才是它真正的入口啊，刚才进来的时候它太小了，没有看到。二楼也是不开的，只有一楼。百年军校将帅摇篮。云南陆军讲武堂办学历程，清光绪33年到民国24年，一共历时28年。早期时候的样子，它建在这个水边，我觉得它也应该也是考虑到这个陆军，这除了这个陆上训练啊，还有水上训练的部分。当时的衣服，下面有些文字材料，看一下。宣统3年，陆军第19政操秋操规定，体操法。步兵夜间教育。因为他不可能打一个人。所以你看啊，它当时分为这个步兵、骑兵、工兵和炮兵啊。
一些食物，这麻袋就很传神，还打漏了打了点补丁在上面。这枪，还有内务规则，这个应该就是优秀校友吧。优秀毕业生，整个38年啊，有哎，刚才是28年吧，有19名学生被开除。除此之外，学生不允许自己说就读着读着不读了，纪律非常严格。那应该就出来了。哎，这儿还有一个百年街上，哎，这还有个主题展，哎，还好差一点就错过了。这儿还有一个，那我们也同样这个上来看一下。云南这一点非常好啊，云南就很多放了很多洗手台在这里，它市区就是很多停自行车的地方都有洗手池，我不知道这个设立的用意是干什么，但这个确实很便利的一个设施。对呀，我就记着这个云龙是云南省政府的呀。毕业证书。年40岁，与本团干部队步兵科规定学术履行期满，考试及格，特给证书。此证，讨逆军第十路总指挥兼团长龙云。啊，所以说这个毕业证书是龙云给颁的。
各种各样的毕业证书。就在那个年代能上得起这个学校的也是非常厉害。然后你看这个上面这个位置是内操场啊，我们现在始终就是在这个楼里，然后实际上它这个周围还是也是它的部分啊，包括那个看上去像是外操场的。还有两个小时晚操啊，八点到十点，这真的很辛苦。这是宿舍的，不，这边是什么？这个是马鞍吗？这看上去像，哦，马鞍、马兜。各种卫生规则。这是宿舍的，宿舍还可以啊，这个每张床配了一个小凳子，然后一个水壶，然后一根皮带，上面是被褥。学习用品，办学层次，哦，它这个还分不同的，还初级、中级、高级和短期培训。
还有留日预备班和川军速成班。哦，这个应该是教室了。这个没栏，是不是可以走过来看一下呢？这上面同样是这个五色旗啊。哦，这好像是块屏幕啊，有声音，但是它今天没有开，只放了声音。啊，这是一年制、一年半学制学科课程表。普通学科看国文、历史、地理、算术、法文、日文、英文，学得很齐全啊。果然战争时期，战术、筑城、兵器、地形、交通、操点。这边是看上去这像是药房，是曲市大药房，然后后面还有医院类的。缺勤扣0.1，学术课扣勤，缺勤扣0.1，内务行政差错扣1分，违反校规扣1分。哎，你看这个就很厉害啊！看，考核学生的时候，平时成绩占70%，考试成绩占30%。也就是说，你想通过突击复习啊来搞定考试，拿到毕业拿到成绩是不可能的。啊，其中思想品德的分数最重要。楼下有著名学员朱德啊，这又有著名学员叶剑英，这两个人是校友啊。叶剑英原来是一个马来西亚，原来他马来西亚做国文老师啊，然后又从军了。云南航空学校，那个时候的毕业证书啊，都格式都很一致啊，上面都是这个中间的校徽，然后两边是那个政府的旗。
楼上还有是吗？哦，楼上是办公室。这个是化学药剂室是吗？感觉像是药剂室。图书室。哦，这个是不是药剂室啊？上面有写这个是实验室。图书室。哎，楼上，哎，果然楼上还有。这两个上来是不一样的，这边上来是办公室。哦，两边一样，那边的梯子跟这个是一样的，就是这个办公室。这里还有一个隐藏的门。我觉得这个我们现在踩的，哦，这个出去之后就是窗台。这个我觉得这个不是那个仿制的复原的，这个可能真的是原来它就长这样的。然后这个我们看一下，看窗外什么景色。外面是就是可以看到整个操场的那个景色，所以这应该是这应该就是首长的办公室了，校长办公室，可以直接一览整个学校的情况。5030。其实这些故事很多我们都听过，是学过，甚至中高考的时候还考过，但是转眼间这么多年过去了，可能没有多少人现在还能记得了。也许现在找一个高中生过来讲这些历史会讲得更清晰啊，
但怎么说呢，有机会过来看看的话，还是感受还是非常深的。因为这是真的是属于说能看见的历史啊。大重九香烟，哦，这个是印。这个我有点懵逼了，它底下上面是印的实物，下面是印的照片。我觉得它如果要放照片的话，这个起码是印，它左右翻转一下吧，是印出来的东西。它放了个跟上面印一模一样的。哎，这个手枪就看上去就有。就跟那个刚才那个，刚才那个管是这个去缅甸那个军队用枪就不一样了啊，感觉这个枪更先进一点。但是这个时间明明是在那个之前呢，那个出征缅甸是1940几年的事情了，这个这是20世纪初啊。袁世凯称帝的限期啊，造型又不是太吉利。这是小凤仙啊，他说做到各行业的出类拔萃都可以留下照片啊。这应该是个轿子，这个跟想象中的不太一样，原本以为这东西会很大，实际上是挺小的这个厢轿。哎，这不应该，那不应该是轿子吧，那应该是属于车。将李李福，这个是蔡锷，蔡锷的军装和礼服。
界碑。哦，这个东西我们昨天应该是看过了，这个是密电码本，就这个东西很重要。战争时期一个密电码真的是很重要。是吧？哦，那这个上面就应该是刚才，哎，怎么是在这边？哦，上面是通着的，我们是从那边上来的嘛，从那个位置上来的。然后刚才看那个校长室，实际上就在这个位置啊。我们一路走过来，它是通着的。实际上这个上面可以转一圈，在这上面看，可以看到整个这个操场的全貌。上面是个餐厅，这相当于都是，这个算是这个特色餐饮吧。提供各种各样的特色餐饮，这比较有特点啊，这在其他地方都没见过。第一次看见这么搞的，这也很有特点。这是讲武堂的文创。这边也是。这个不知道，这个军需处以前就是军需处啊，还是他改成这个卖货的之后改名叫军需处了。不过这个楼梯很有年代感。这个应该就，哦，底下还有。这个楼梯让我想起什么了呢？这个楼梯让我想起我小学。我小学是伪满洲国兴农部啊，就是在这个东北师大附小自由校区啊，现在叫自由校区，因为它现在校区多了，以前就只有一个自由校区。
然后它就是那种老房子，不过现在已经推掉重建了。嗯，那个时候就是学校里就还是这种老旧的木质楼梯，然后就真的是那个伪满洲国时期建的嘛。然后那个楼梯因为年久年头很长，就是那种楼梯的感觉。嗯，当然它还有很多石头的楼梯。其实现在想起来特别遗憾，就是那个学校拆掉重建了。如果它不重建的话，现在依然保留着就该多好。无论是它学校选性质搬一个位置，还是说把它这个就继续用那个楼作为学校，我觉得都非常合适啊。因为那种建筑真的拆了之后就再也没有了。那个时候不像现在这个影像这么发达，我们有大量的这个音视频的资料去记录这个历史。那个时候就我印象里我的小学基本上是没有留下什么照片的，所以那个年代真的是很难再看到那个楼了，有点难过。不过相对来说比较幸运的是我那个高中的那个伪满洲国文教部啊，就师大附中还在，那楼还是好像楼也重新翻新过，不过整体样子没变啊，但是兴农部的小学是彻底变了，就已经彻底没有了。其实小学时候没感觉啊，但那个时候真的是特别喜欢，就现在回想起来的时候特别喜欢那个楼，就那种就是你脚踩在楼梯上会滋嘎一下响一下的那种感觉，还有就是教室里的那个木地板，你在教室里那个桌子放在木地板上它一定是不平的，因为木地板不平。这是摔跤课，我现在不知道说去哪个博物馆啊，能看到说这是伪满洲国行政部原来的那个样子的照片。不过现在可以很肯定，就是实物是肯定没了嘛。有点难过。有个邮局啊，里边各种各样的明信片儿，这上面应该是上面不给进了，上面就应该是办公室的部分了。哎，这下来是哪儿？哦，这下来是这边这个口。那我们因为要去洗手间嘛，还得走那个口去洗手间。啊，出来之后就是蓝天啊。这就是现代生活和这个历史事件。感谢这些革命者，因为有他们我们现在可以生活在这样的蓝天下啊，拥有这样和平的生活。
不知道他们当时看到的，虽然生活啊十分的不是生活十分的艰难，但不知道他们那个时候是不是也可以看到像我现在看到的一样的蓝天。感谢生活。